場內進行最後一場的比賽啊！你會見到咧喺台上面嘅係元朗城票嘅娛樂盛會啊！咁喺台下面咧，你見到咧兩隊健兒古地啊，同埋粉靚嘅小票娛樂盛會喺度啊！我相信咧，台下健兒你應該都揸得幾激烈嘅，因為咧兩隊健兒咧包括咗咧佢哋嘅 fans 都唔少啊！我相信咧，佢哋咧都應該爭得落力啲嘅。咁我睇翻台上面啦，原來呢一個潮橋聯誒預鬧聲號咧，咁佢哋掟出嗰陣時候咧，佢哋咧掟得好快喎，見到係舉曬手咁樣喎。完咗比賽啊，犀利嚇！有台型之外咧，亦都好實際。